那我不管你，还有人跟我聊天聊的是我去云南花了几万，我去哪里花了几万，我去哪哪哪我又花了多少钱，去上海去哪里导游都喜欢我，可是唯独到了桂林，我想请问你们，我对你们好吗？啊，一到了桂林，真的，我不管你是图我们桂林哪一样来的，便宜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既然你们选择了这个，现在我们下车，在里面一个小时，2万块钱，走，下车。哪有这样子的？